怎么想。他从答应写稿到交稿已经花了多少时间？20分钟。这么一点时间写了这么完整的段子，你觉得是当场写给你的？什么意思啊？别把人想得太好了，当时命卖了还不知道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做好心理准备吧，别到时候哭鼻子，谁都救不了你。就这些吧，看着还行。走了啊，每个月3500，别太拼了。是3800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.